车。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飆股特賣車，我是魏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啊，台股小涨28点，探干杯起笑啊，特泰硕喷完换大拓喷连续涨停板，吴老师呢？来加二坦呐，个人阿公老师行情不好呢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大盘哦，今天涨28点哦。咱卖看头前吼，咱看后边，看最近就好啦，看这几天就好啦。老师啊，行情不好呢。啊，啥啦？我的股票拢涨停板，今天赚到要起笑啊！吼，再强调一遍，再讲一遍哦。多头行情，你就是要敢做多。来来，今天你起28点。疯狂涨停赚翻天啊，我刚才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啦，指数的涨跌有那么重要吗？你每天在烦恼指数，哎呦起还是落，笑问你跟我做指数，如果没有，那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，你现在到底是要做股票还是要做期货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既然如果你在做股票，你管指数涨跌干什么，对不对？来，你说老师啊，啊最近行情都落啊，请问有谁不知道啦？你看到它跌了，有谁不知道啦？如果我告诉你，我知道它要休息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有人知道吗？来，4月18号，当天我怎么告诉你？先大获全胜，先卖再买，赚更多啊！金刚啦，请问你告诉我，我知不知道？我嘛知啊，可是我要告诉各位，不是每天恐吓你，每天吓你哦。你看我的节目，我早上跟你讲啥，我前天跟你讲啥，跌下来你要买股票。跌下来你要买股票啊，我问你，你敢买？为什么我要做你的客山？阿雄啊，你做客山，让我来当，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啊，让我来做你的客山啦。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看我的节目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每天会把我看到的告诉各位，只要趋势没有改变，我会每天叫你买股票，让我来做你的客山。所以我每天告诉你什么？我每天跟你讲什么？就算台股涨多要跌，你也不要去放空。为什么？因为空头不死，多头不止嘛。啊，另外老师，空头死了没？为什么这一波会跌下来？为什么会压回来？因为空头已经半死不活了。我再强调一遍，再讲一遍啦，我们总是要留一条活路给他们走嘛，对不对？那多头行情总是要休息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多头要休息，那也要留一条活路给空头走，所以就让他们有机会逃命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再强调一遍喽，不要去放空哦。我刚刚讲哦，我老师啊，大盘主我知啦，啊个股够准，来啦，咱卖讲大拓啦，咱讲鸿海啊，了不？就不好意思啦，股票又涨停板啦，大家赚到要起笑，连看这么好大头，我叫你救人哦、喔！老子带错了，飙那个什么拉型啊，一直喷，结果呢，你叫我卖，啊、你还我大错个笨猪！哦，拜托的，赚到要起笑，对不对？咱卖讲这啦，咱讲这啦，请问你告诉我，这个不是我们真的会去布局的标的啦，我们真的会买的是这一种啦。是这一种啦。可是回过头来，我当初跟你说，你真的不知道要买什么，你已经买这啊，有没有？我什么时候告诉你？我是在这里跟你讲啊，然后喷出，涨到这里，全市场所有人都一遍看了鸿海，所有人都调升目标，所有外资机构都调升目标价，我跟你说，全市场只有我跟你讲哦，利多出尽，鸿海要跌了啦，鸿海要跌了，然后它还没跌，我就跟你讲要跌，它还没涨，我跟你讲它要涨，它还没跌，我跟你讲它要跌，然后跌到这一天，我还在强调哦，当天是红 K 棒，对不对？当天我可以看，让你看看江波图，它是跌的，它是红 K 棒，它是跌的哦，它要反弹。老子老哥你刚好后面这两天台股是在跌，台股大跌，鸿海果然反弹，那弹起来我赶快张开东西啊，弹完还是要卖，今天你台股涨，鸿海跌，你刚好看看在做呢，还没涨我跟你讲它会涨，还没跌我跟你讲会暴跌，还没涨我跟你讲要反弹，还没弹完我跟你讲要杀，你刚好看在做呢，来啊！你讲重点是啥啦？我们要买真正会飙的啦，就像这个啦。啊，我无想要跟你赘述啦，老师啊，你当时跟我讲的，我直接跟你讲的啦。啊，未碰我就跟你预告，我就跟你分享，我就跟你点电话，我再讲一遍哦、喔。来，电话打进来，飙股自然来，让你快速发大财。因为得到就是你的嘛，老师你跟我讲，麻烦导播必须啊。
魔鬼大风暴，我就带你买这只股票。老师为什么要买这只股票？来，我先公开了哈，为什么要带你买这支股票？为什么要带你买这支股票 ？AI 背后的资金泰硕魔鬼大风暴，老师为什么？你敢敢讲为什么？我四天前就拿到报告了，受惠数据中心跟5G 散热需求成长。好，这是泰硕的报告。来，迪迦，老师啊，你还想我笑吧？你有跟介绍那两支黑的板有无？这哪有可能变？台北股市长这样子哦，来股票拢变变叫，你哪有股票要往下跌的？往下跌，往下跌。今年到现在三个多月都还没涨的股票，我问你，你要买什么？你要买那个飙到外太空的股票吗？不是嘛？你要想要买这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买？它跌这两天了、啊。我告诉你，我在两三天前我就已经拿到报告了。为什么要买？为什么要买？为什么叫做魔鬼大风暴泰硕，像龙卷风一样横扫整个市场？欢迎找我要现场啊！舅母，你够胆？魏老师，摊个不要继续笑，好好赚哦！只要你有来啦，等会叫凯通跟你分享股票，就是这样子飙啦。我们猛力起来，我人够人无谈呐，舅母也够人无谈。啊，你们老师飙起来，要讲要从啥？我今天不是要跟你强调这个，我也不要跟你炫耀这个啦。起底要一倍啊啦，对不对？四月份什么股票飙快一倍？泰硕有没有？那还有没有这样股票？当时我跟你讲的时候是三月底。有没有三月底一路飙起来快一倍？好，那现在是四月底，五月份有没有什么股票会像这样子飙？五月的超级霸主，老师，五月我们要买什么？当然是要买五月会狂飙的股票啊！五月超级霸主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股票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要看我看完我的节目的原因，因为我要跟你分享的是五月份准备要狂飙，而且是要飙翻天的股票。你哪买谈？你得买这个就对啊。那你老师为什么买？我再强调一遍啊，你不用去在意指数啦，疯狂大赚赚翻天啦，有没有？指数的涨跌有那么重要吗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你今天看我节目，我就是要告诉你什么，我就有义务跟责任告诉你什么叫做未来。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只要未来这件事情没有改变，我每天都会跟你强调什么叫做看连续剧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外这波，只要趋势没有改变，我每天就会叫你买，继续买，还要再买，所以那个连续剧会一直演下去，股票一直飙，飙完换一档，再飙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所以呢，我去年你跟你讲台北股市要火箭升空了，那既然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我不能用嘴巴讲的啊。人家跟他出一支嘴跟他讲没路用嘛，对不对？爱做嘛，啊，怎么要做？要做就叫你去买嘛，对不对？1月4号台股暴跌173点，道琼狂泻660点，买不甩大跌，全力扫货。我公开就清楚了吧，谷底啊，1月4号啊，我跟谷底啊，这谷底啊，谷底要勇敢的扫货啊，加啊，老师，别这样，什么了不起？大家拢跟技术形态哦，涨到哪里？那怎么均线扣底？讲个要废话，你就甲我讲会当买无嘛，对不对？我想跟你讲会当买，就简单了，全力扫货的地方哈。然后涨到这里，一堆人甲你吓惊，过来恐吓你哦，涨太多要休息，要拉回，要崩盘了，有没有？3月8号，这下子机会来了，就怕你不拉回。回我就买，我告诉你要加空，没人要相信。老师，你头壳歹去，明明的台，那要杀多，哪有在加空？我就跟他们加空啊，他让你以为他要跌，他要加空啊。原理我都告诉你了，我都讲得很清楚，这手稿全世界只有我有啦。啊，我就请这三月八号，对不对？上给点，拍死，搁上给点啦，啊，拍死就拍死啦。然后呢，要喷出了，真正加空，加个，哎，等一下来，3月25号，好，3月25号来，3月25号大跌159点。跌，你才有机会轻松的捡便宜。安尼有烧无啦？老师，安尼可烧哦？啊，你改看，安尼有烧无？安尼有烧无？安尼有烧无？为什么我要做多？为什么要做多？你知道吗？很简单哦，只要趋势没有改变，这我都每天讲啦，趋势没有变，我就不会去在意指数的涨跌。千万不要预设立场，你只要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，我每天讲的。外资为什么买1600多亿？只有一种可能嘛，他以欺笑嘛。那他如果发疯，那我没办法。所有的外资都发疯了，所有的外资哦，这么多的外资机构全部都发疯，那我也没办法。林工老师，这外资哦，这个 A 外资发疯 ，B 外资发疯 ，C 外资一笼统发疯啊。
啊，如果不是嘞，你就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嘛，一千六百几亿，你敢有买？你敢有买一千六百几亿？一人买一千六百几亿，代表怎么样？代表行情很好，代表未来的空间很大，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去看哦，资金连资金都要回台投资哦，哇靠，资金都没回来台湾投资了啊，结果你还不投资，对不对？每年最高8900亿，不要说最高，实际数据是多少？本周上礼拜冲2000亿，再实际一点，好、哦，最近已经核准了35家，1370亿已经核准了，还没核准，后边在排队的个50几间啊，就拍死，这下子有得标了。所以说我在强调一遍哦，眼界决定你的世界，你的眼光跟格局决定你会赚多少钱。阿立功老师，为什么行情会这么好？为什么中经院告诉我们很好？为什么台经院告诉我们很好？为什么财政部也跟我们讲很好？连台积电矿什么都告诉我们下半年会很旺？很简单，因为这个东西将冲到5750亿美金。好。所以郭台铭他要选总统，他也告诉你什么是主流 AI， 对不对？什么叫做 AI 独家全国制霸？当川普告诉你美国政府优先发展 AI， 我的微软飙一倍了。当大陆跟你讲说要全力布局 AI， 我的广民狂飙 75% 呢。这是微软飙到要起笑啊，这是广民飙到要起笑啊。然后呢，后面跟你讲威盛也狂飙，节目上叫你卖。这个立端跟你讲立端狂飙，节目上公开叫你卖。广运比较近的狂飙，我也叫你卖的，哎，卖了还创新高过你妈呢，对不对？你去干嘛？哎，老师啊，你很慢呐、啊，你好逊呐、啊，你逊咖啦，对不对？对啦，我用逊咖啦，反正我赚钱啦，我所有会员拢赚钱啦，就爽的啦。就这简单啦、啊！哎呦，我赚钱啦、啊！我会员赚钱，不是我赚钱啦、啊，安尼好不好？您拢赚钱啦、啊！你有打电话来，有倒一个无赚，砰砰砰！哎呀，我赚足爽的，我没卖啊！我管你后边要去无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老师最近你跟我讲什么？一个叫值得啊，昨天改写波段新高啊！老师台股崩盘呢，我怎样用啥？它会涨，它或许会飙，但是它绝对不会喷出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老师什么会喷出？什么会喷出？你有跟我讲吗？我跟你讲，大头会喷出。来，你个老师收喊啦！今天你有个涨停板，创波段新高，全市场最飙。当时我跟你讲，泰硕狂飙快一倍。接着我跟你讲，大头今天再度涨停板。老师，你跟我讲，麻烦导播，不是啊？最近啊，所有人都买这支啦，都买这一支啦。都买这一支啦，它叫霸王龙大标股啦，我就带你买这支，所有会员拢中有啦。来，我们来公开哪一档股票？大拓 KY， 大拓，来，免砍嘛啦，来，底部都没人要，老师啊，底部没人要，我要，我就带你买这啦。来，为什么要买？老师啊，那有可能来买这种股票，你啊袂顶袂动的股票，对冇？哇，来。三尊头肩底准备要喷出的，这个叫起标点。来，一个啥？霸王龙的标股这支股票，它就是要狂飙大拓。欢迎回到现场，今晚我都讲过他，你卖过阿公老师卖过太帅哦，大拓，阿廖他们，我都讲过他，拜托我再讲一摆啦，电话打进来。标股自然来，让你快速发大财。请问有哪一个没有发大财？举手。拍摄哦，我嘛看袂到吼。再强调一遍哦，你卖拍摄吼，你若真正想要赚钱，做你打电话来，做你一手撑出来，因为你无撑出来，我真正嘛唔知道你是谁。我要跟你斗三工，结果你佫无爱撑手，一手无爱撑出来，你上网来看一下电话，老师，迄支啥物股票？你上网爱问一下嘛，对唔对？来，阿伯。上起码你有看这幕啦吼，啊，看这幕你有谈无？有谈你家看啦，来，老师会标未啦？会标未啦？底部都没人要呢，哎呦，涨停板啊啦，买业绩最好的啦，买业绩最好的啦，啊，老师个涨停板啊呢，啊，老师个涨停板救人哦，给你的大作赚到翻掉啦，我倒一个无谈啦，哎，真好谈，你要不爱谈？我跟你讲啥？真两个跟你讲啥？哎，不是跟他安利啊！我跟你讲，还要再狂飙啊！小心再喷出啦！咱们是不拉回？我讲啥？还要再狂喷？有跟你讲无啦？有无老师啊？今仔等什么西洋股大行情啊？咱啊无人要买股票，今仔日大家拢讲会买股票，笑死人对不对？大错！
亮灯涨停板，继泰硕之后换大拓飙翻天，送你五个字，还要再狂奔，安尼听有无？好、哦、老师啊，等下要去叫救人哦，救命啊！哎呦，够大赚啊！之前泰硕无赚的，无要紧，大拓和你赚啊起下，恭喜大家赚到翻掉，只要你有来啊！我再讲一摆吼、哦，再讲一摆吼、哦。拿到就是你的，拿到就是你的，不要客气哦，一定要来哦。安尼我好谈哦。哎，老师啊，哎，拢涨停板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涨停板了？是不是涨停板了？老师又涨停板了，不好意思哈、哦。之前我跟你上半之前我跟你讲泰硕全市场最标，可是回过头来，最近全市场最标的股票是什么？大拓，大拓，过去两个礼拜，过去一个多礼拜，全市场最标就是大拓。我们所有会员的股票全部都大赚，没一个没赚的，拍死，没一个没赚的啦，救人哦！啊，老师啊，啊，今麦要卖嘛？不是，无卖嘛？不是啊，伊搁要喷呢，伊搁要喷，营收创历史新高的股票，二月、三月第一季营收全部创历史新高，这种股票，嘿啦，喷出去，那大家跳空涨，你卖关免啦！啊，今麦卖啊，不是，唔卖啊，不是，免啦！来，今仔日你来买这支股票，它叫做五月的超级霸主。我跟你分享，跟你分享这支股票，五月要标什么？五月要标这个啦，五月的超级霸主，最新、最强、最标、最厉害的股票啦。有什么最厉害啦？老师，你跟我讲，你跟我讲一个原因，为什么要爱买这支股票？有什么最厉害、最高标？你总是要跟我讲一个原因，跟你有吧？对不对？来，一二月微软标一倍，二三月广明飙超过一倍，然后三月底四月泰硕狂飙一倍。现在我跟你讲这支股票，它叫做五月的超级霸主。四月底，五月的超级霸主，为什么叫做最新、最强、最飙、最厉害的股票？啊，你知影原因啦哦，起一倍。起一倍，起滴咩一倍，即马轮到伊啊！一二月三、二三月三四月都有人标了，接下来五月份的超级霸主，这支股票最新、最强、最厉害的股票，我要跟你分享。拿到就是你的，只要你有来，不要客气，拢按卡电话，今天免费送给你啦！五月的超级霸主，为什么他会标？因为赢家的资金，强大的买盘，现在锁定的股票。就是五月的超级霸主，我今天要跟你分享，你卖 cake， 你做你来，先啊，太恐怖了，小心飙翻全市场。再强调一遍，只要你有来，你就赚得到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想要，不要客气，电话只要拨得通。今天无条件免费送给各位，等会做你卡电话啦，你卖 cake 哦，你若还没谈的老师啊，他也说我没谈到，大多有个没谈的。看面哪啦，看面后面啦，连续跳空涨，你们看面哪啦？你也无赚，拍死！紧来买这支五月的超级霸主，最新最强最标最厉害的股票，小心飙翻全市场！只要一档，只要一档，就让你翻身！拿到的，拿到的，赶快去买哦！下礼拜赶快去买哦！下一个疯狂大赚的人就是你，多犀利，多犀利！明松要把他送给你，打电话进广告。决胜一八八专案，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低点，卖在别人不相信的高点，把失去的一次要回来。胜利专线02-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，规划全方位的理财策略，掌握全世界的经济脉动，启动全市场最严密的机制，创造全市场最耀眼的绩效。亚太
证券投顾0285125858。决胜188专案，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低点，卖在别人不相信的高点，把失去的一次要回来。胜利专线0285125858。给予适度运动，均衡饮食，二多三少，戒掉烟与酒。Control 真患病，听医生的话，早晚量血压，抗制药达标，对抗沉默杀手，谨记血压三 C 管理。飆股特快车，欢迎再回到现场哦！真正卖遐尼客气哦，你若爱袂赚着钱，你今仔日一定要来，你明仔载一定要卡电话。我唔管你多当时看着节目哦，只要你有看到节目，真的不用客气，不用想太多，你来就对啊！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有钱大家一起赚。我要招你来赚钱啊！你一定要来，你卖拍死哦！不要客气哦！很多人哦，就打这通电话就会不好意思，讲你免拍死，你想要赚钱，你先来赚，赚着啊再讲，安尼好不？啊，无这里好的行情，你无赚到，我真足可惜的。好的股票，我告诉你，会飙的股票，我跟你讲，就如同这个，我不要跟你讲以前了。老师以前这边股票，我人去一杯啦，再说看外高飙，黑龙过去啊啦。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啦，最近这个礼拜全市场最飙的股票叫什么？之前叫泰硕啦，我知啦，黑龙免讲啊啦，免配黑无路用啦。现在最飙的叫什么？大拓啦，霸王龙大飙股啦。我真正无想要解释，老师啊，哪有人安尼标的啦？惊死人，后人安尼标对不对？啊，就重点是啥？重点是爱袂标完的哦。哎，后壁若连续跳空涨停板，你莫讲我无讲。重点是啥货？重点不是每天跳空的，重点是为什么他会标？你也知啦。有啥我要带你买这支股票？哎呦，拜托的，足好赚的，足好赚，足好赚的啦！老师救人哦，那也真高标啦。你敢知为啥物？他的报告啦，我带你买的股票，我带我所有会员买的股票，我一定要让他知道为什么他会标啦。对不对？啊，你问老师为什么也标？你刚才想一个足简单的问题啦。一家公司好不好，谁最清楚？老板嘛，头家嘛，头家上知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一家公司很好，老板会怎么做？他会把股票卖掉吗？他不会，他会继续收他的股票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董事长、老板、总经理最清楚他股票好不好嘛，他公司好不好嘛，对不对？董监持股高达八成啊，你有知有好无啦？老师啊，有好无？看这就知啊，去年营收创历史新高，今年更惊人，好到破表。来，再让你看这个，二月营收创历史新高，三月营收创历史新高，第一季营收转播创历史新高。为什么他会狂飙，而且会飙翻天？啊，你知吼？为什么他董监持股这么高？老师，我知原来如此哦。这么好的公司，当然嘛，我要卖对不对？他都不想卖，连我都不想卖啊！来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会飙的原因。啊，老师啊，啊拢飙看变哪啦？即摆买啊，唔是买啊，唔是即摆嘛买袂着，对不对？买嘛买袂着，啊，即摆要买嘛唔是，无买嘛唔是，有无？无买，伊阁继续喷，人就袂当跳过涨停板看变哪？啊，若买，啊若玩意啊震荡看变哪？这问题来啊嘛，对不对？买也不是不买，没事，买没关系嘛。五月份要来了嘛，现在是四月底嘛，接下来你跟着我买五月份最会飙的股票。再讲一遍哦。五月份最会飙的股票，现在要买什么？现在要买五月份最会飙的股票。我要跟你分享，今天你只要有打电话来，龙眠 cake， 龙眠都不要客气哦，免费送给你五月的超级霸主，最新、最强、最飙、最厉害的股票。为什么？一二月微软狂飙一倍，二三月广明狂飙一倍，接下来三月底四月泰硕飙了快一倍，现在四月底五月什么要狂飙？五月的超级霸主，为什么叫做最新最强最飙最厉害？我再说一次哦，上新上强上标上厉害的股票，都是这支啊，你不用研究了。如果你还没大赚的，你就买这支就对了，你就买五月的超级霸主。为什么？你去看微软怎么标的，你去看广明怎么标的，你再去看泰硕怎么标的，接下来你就看它怎么标。赢家的资金，强大的买盘，现在要锁定的股票就是五月份的超级霸主。
五月的超级霸主，赢家的资金，强大的买盘，天哪，太恐怖了！小心飙翻全市场，阿贝坦嘞，做你买这支免费送给你。我今天没有传真了，我现在已经没有人在传真了。再强调一遍，你即马卡点回来，直接跟你讲，五月份的超级霸主是哪一档股票？这支股票最新、最强、最飙、最厉害的股票，明松就跟你分享。只要一档就让你翻身，一支就够啊！妹妹一大堆哦，一支就够了。五月的超级霸主拿到的，你紧提，你紧来提，拿到的下一个疯狂大赚的人就是你，就是你！五月的超级霸主今天免费送给各位这支股票，最新、最强、最飙、最厉害的股票，今天要跟各位分享，今天要送给各位。只要你有看到节目，拢会再卡电话来，电话只要拨得通，只要你有卡来。免费送给你，打电话，祝各位收视率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网址不乱点，小心有诈骗，交友要慎选，约会惜半件，地点要安全，野狼不出现，记住以上这几点，网路交友乐无限。哦耶！决胜188专案，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低点，卖在别人不相信的高点，把失去的一次要回来。胜利专线02-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，欢。